新华小搬十三间，但系如果系有本事嘅，五十年入边独立啊，华小唔需要面对咁多问题。如果国际毛统领导嘅马华有权力公司挂沙嘅，攞牌时候嘅锁匙出嚟，攞牌。多元种族、多元文化公平嘅，点解十一月份我哋印度同胞要出嚟示威？五十千人出嚟示威，当然你哋睇到啦，电视机新闻、日报、夜报啊，你讲我哋下反对党系搞乱啊，搞乱国家。印度同胞出嚟示威，因为佢哋受到政策唔公平，沙咪耶路冇扮演到佢嘅角色，所以印度同胞生活困难，被逼到冇办法出嚟示威。今日印度人同胞嘅问题就系我哋华西嘅问题，就系马来西亚人嘅问题。呢个圈子嚟噶，如果我哋有任何种族受到不公平嘅政策，一模一样。我哋大家会有受影响嘅。我哋话事今日咪仲未出嚟大示威，我哋唔想有一日我哋中意我哋出嚟大示威。而家读到书嘅攞到外国奖励金，唔开再来。嗰啲妈妈同你讲唔开再来咯，系会前头先唔开再来，系嘛？做生意嘅话事。做生意的周转不来，我们怎么解决啊？借下窿，是吧？很多做生意周转不来，借下窿。如果我们可以改善目前的生活环境，三月八号就是机会，选火转马来西亚就有希望。选火箭不是因为火箭，选火箭不是因为你自己，选火箭是为我们下一代。三月八号支持火箭，我们选记得冇啊？国会流水，毛统议议员讲，又冇乜半只只股轮冇错。你哋而家好笑，当时就系侮辱我哋全体马来西亚人，侮辱你嘅妈妈，侮辱你嘅姐姐，侮辱你嘅妹妹。我哋去改善，就系妇女们，我哋一定要支持我哋嘅妇女嘅候选人。请系个律师，27岁，我哋大家要俾一个支持。阿耀阿华系我个好朋友， yeah. 我一路嚟好相信民主行动党嘅斗争，完全冇放弃过，冇放弃过。所以你咁晚啱选民，我哋可以改变我哋嘅生活，你哋必定要加强反对党。加强火箭响州议会支持欧阳汉华，你睇过欧阳汉华一路路为你哋服务，记最前线啊！仲记得我个学生嘅问题啊，搞到个副部长啊发脾气啊！可以睇到你嘅 track record， 俾个机会你哋自己，俾个你机会你自己。改你哋嘅命运，我哋可以带希望俾马来西亚人，支持火箭。因为我仲有两场，而家系讲你布达令，跟住要讲你布吉变灯，所以咧今日我要讲到
為止，記住3月8號。